有冇问题？冇嘢，冇事系咪？头因为头先个画面喐一喐，我有啲冇问题系咪 ？OK， 咁我继续咯。咁咧，我嗰个分享咧就系、是，佢系相同手指，兼且系相同黑键时间。大家一起啦，呢、這個最 simple 啦，即係大家一齊一二三二三四，跟住之後大家又一齊係黑鍵。當然呢兩個黑鍵係唔同音嘅黑鍵啦，唔一樣嘅。而你頭先彈嘅嗰一紮嗰個 group 入邊咧，其實好似冇呢一個嘅例子，咁所以咧有個困難喺度，即係我唔會怪你話哇點解咁容易嘅 F minor 你都彈唔到嘅，唔係呢個問題，我知道嗰個 difficulty 喺邊度。所以咧，你個眼咧就可能我哋要真係要咁樣去望啦，即係話你呢隻眼咧，可能你就要記住個 pattern， 我哋係死記咁樣望落去 keyboard 上面嗰個 pattern， 呢兩個加呢一個白色嗰啲，我就冇辦法去教你點樣去死記，因為白色嗰啲係好 confusing 噶嘛，呢啲同呢啲可以記到嘅，即係呢個係啦，咁你彈多幾次咯，令到你自己係。知道咗個黑鍵嘅位置，然之後呢個都係啦，都係靠你 practice 得多啲啦。係啦，咁跟住之後你就可以試靠個慣性啲手指嘅距離，因為呢個咧再難度高咗，就係話佢哋一齊轉嗰啲手指係唔一樣噶。这只左手要转，这只还没转得，然之后啦，佢转咯，有左手又继续弹咯，所以我是明白个 difficulty 就系同你一个分享，冇办法嘅，这个你一定要是向上向下，你要分开地练得好熟先至得 ，O 唔 OK？OK， 咁嗱呢个我哋唔纠缠咁耐啦，咁下一个，因为我哋仲有一个系 C sharp minor 系咪啊？好，你记得点解佢全部拣夏蒙迪歌？点解佢唔拣咩罗迪咧？唔记得。你谂下，我哋一开始点解学夏蒙迪先啦？你一開始考試都有 melody， 但我哋唔揀，點解？冇啊，老師叫咯。我有同你解釋過噶 ，Yuki。同埋我哋樂理學過噶，你嗰個 harmonic 咧上同落咧係一樣噶。你有冇記得呢樣嘢？係，我知道嘅。係啦，咁所以你 contrary 呢，因為呢我們一個人說話呢另一個聲音就沒有了，所以我聽不到你，你聽我說完先。所以你那個 harmonic 呢是 contrary， 是即對稱的嘛，你只可以做相同的東西，你 melodic 上和落都不同的，你怎麼可以做對稱的東西？你只可以玩的，我們可以玩的 D minor 最簡單，是完全是聲音是垃圾來的，你都不知道做什麼的。 OK， 所以我們是不會選 melodic 來做 contrary 的。OK， 所以呢樣嘢你都可以即係當一個 extra knowledge 咁樣記住佢咯。OK， 好，咁我哋試埋個 C sharp 好冇？係啦，堅持埋佢，跟住我哋就彈啲開心嘢啦。嚟，跟住 descending， 好 ，hands together，
OK， 冇問題，練熟啲就可以啦。呢、這個唔挑剔你啦。好，咁就你有冇印頭先咧？誒，今朝早我 send 俾你媽咪嗰個琴譜啊。有啊。有啊，印出嚟最好啦。咁你而家攞出嚟睇啦。叫做 River Flows in You。咁咧，誒 ，Iruma 咧係即係新晉鋼琴家嚟嘅，即係現代噶。誒，幾靚仔嘅，佢未死嘅，因為我哋彈好多歌咧，啲 composer 都。即係已故啦嘛，或者係好耐以前咁。我哋彈 classical music， 咁呢樣咧係呢一個佢就唔屬於係 classical music 嘅，係啦，佢算係又唔係叫做 pop music 咯，但係就係近現代少少嘅一個音樂嚟嘅。咁但係佢出名嘅地方就係佢好多呢一啲旋律啦，佢有好一系列嘅歌啊，好出名嘅。佢有自己嘅一個歌曲集，係啦 ，YouTube 都有嘅，你可以得閒去聽一下。佢好多歌曲咧都係好好聽。係啦，咁呢一首就係比較出名少少。咁我佢有三個 sharp 啦，嗰個 metronome 嗰個 meter 我哋唔好理佢住先啦，因為呢一個咧係比較有你可以當中做啲 rubato 嘅，你都唔一定要跟足嗰個拍子機嚟到去做嘅。OK， 咁手指佢就一定唔會寫俾你噶啦，因為呢啲係隨意嘅一個創作嚟嘅，咁所以我哋要自己去 deal with 啲手指嘅。第一句全部平均嘅，輪到你咯喎。G sharp。啱啦，你嗰幾個音應該彈到嘅。再嚟。咁我會一次過教埋你個左手嘅，因為我覺得你應該 handle 得到。佢個左手全部都係即係八分音符、四分音符啦，所以咧逐個逐個對就可以噶啦。我嚟先。輪到你，左手係。跳動得比較大嘅，輪到你 ，B sharp， 誒 F sharp， 仲有一個，而家咧，你咪覺得有困難嘅兩隻手 hands together 係咪啊？嗱，我咧會第一行成行咧，我會先跟足個鋼琴譜去彈，跟住之後我有一個方法去教你。你仲記唔記得你考試考過有一個範疇叫做 scale 啦嚇？最尾嗰度有個 arpeggios， 你記唔記得？係啦，咁arpeggios 佢有好多個即係 major minor 啦，係咪先？咁好啦，你。陣間嗰個比較簡易啲嘅方法咧，或者係有趣啲嘅方法咧，唔需要 concern 咁多左手嘅咧。譬如好似咁，我淨係睇第一個音，佢係 F sharp， 咁我就會彈 F sharp 嘅 arpeggios。不過有啲音我係會自己搣走咗佢嘅嚇，搣走邊個咧就係其實係隨意嘅嚇。即我不一定要跟他逐個對，那就會有排練的了。不過不要緊，我們第一行因為我都要教你怎樣去看譜，你先練了 hands together， 是跟足個琴譜，跟著我會教我的方法給你，看看你會喜歡哪個方法多一點。好，你再來多一次，剛才 bar 1 to 2 hands together。
嗰、那個係係啦，嗱，再嚟多次，等我嚟多次啊！右手係咁嘅，跟住個 D 係長號，跟住嗰個有兩個十六分音符係人哋後邊嗰句嘅接駁位嚟嘅啫，我哋唔理佢住。左手係 F sharp、C sharp， 再 F sharp， 跟住跌翻落去 D、A、E 長號。咁如果我哋跟琴譜彈咧，就係、已经弹到去一二三四五六七第八个啦 ，OK， 好唔好听啊？呢首，嗯，即系好听定系 OK 啦嗰啲啊？好听嘅，系啦，有冇听过呢首啊？之前有听过，但系唔知系咩嚟嘅，系 OK， 系啦，咁而家介绍咗俾你咯喎，咁你诶阵间我试下搵下佢自己呢、這个作曲家自己弹嘅一个 version。咁我就 send 條 YouTube link 俾你，咁你可以自己呢個星期係 loop 下喺個腦海中，因為佢個旋律大致上都係咁嘅，即係好似一個 rhythm 咁樣河流咁樣啦，即係嚟嚟去去都係呢啲 pattern 嚟噶啦。好，又到你咯，好，點解你咧要起身睇？係咪你後個 mon 擺開咗另外一邊啊？係啊，如果係嗰個畫面調翻轉嘅就咁，就好難揾位擺。哦，唔怪得知啦。你今日今堂完咗之後，你自己研究一下點樣係睇得最舒服，同埋擺得最舒服。因為我好簡單嘅啫，我淨係要睇到你哋個手指就搞掂啦。你唔使就我咯。係啊。OK， 好，咁輪到你，你坐翻埋位，你嚟彈多一次第一句俾我聽。那個是 A 和 C sharp， 是的，你繼續啊。OK， 我聽到第一行夠了，跟住咧下邊咧就一二三四第一二三四第五個小節嗰度開始咧，淨係得第一個音，個 A 音係個八分音符嚟嘅啫，後邊全部都係十六分音符，即係 let's say 講都係平均。OK， 咁咧但係有一樣嘢要注意翻，佢當中有啲係 high note 嚟嘅。我只是弹了第五个小节，头和尾我都没有想其他音乐去的，所以你会听到有少少好像我们说有些 upbeat 的感觉，但是其实它就不是做什么特别的效果，它只不过加了一条 tie 下去而已，行不行？你暂时我们未去到很 advanced 要数 one and two and 那些，我们不数着，你试一下就这样弹，看看你 get 不 get 到那种 tie notes 的感觉，开始。唔係，第五。
个小字，第五个小字。啱咗，啱咗 ，good 就係呢個感覺。不過你啲音未熟，所以你係 get 唔到。聽多一次我彈俾你聽。就係咁嘅啫，聽唔聽到 Yuki？ 嗯 ，OK， 好。跟住咧，就我哋先揾咗個 right hand 啲 melody 先啦，等你可以即係開心啲彈下啲 melody 先。第六個小節嗰度有個好細嘅音。我哋睇得唔係好清楚個譜，其實佢係 grace note， 即係你學過嘅碎音嚟嘅，係一個即係好短嘅音嚟嘅。係啦，冇錯啦，啱啦。OK， 咁跟住就佢係 share 一個八分音符嘅啫喎。OK， 咁所以你唔好俾佢好長咁樣 drum， 唔係嘅喎 ，drum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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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嚇。留咗個 sharp， 唔好意思啊 ，Yuki， 今日太多包裹。好，繼續。頭先你彈咗成句落去，係咪？好。咁我示範第五、第六，再加埋第七俾你啊。Sorry， 嚟多次。High note。完了第七，輪到你。停一停，你那個 A 呢不是很夠，比例上不是很夠長，因為整首歌你未熟，但是呢你後面那些八分音十六分音符應該短，即是 I mean 你彈得比較久一點嘛，所以你的 A 要更加長多一點。錯，唔啱，係。哒滴哒哒哒哒。啱咗，啱咗啦 ，very good。後嗰度唔使啦。咁咧，但係我會俾阿 sign 咗你今個星期要做嘅嘢嘅，因為呢首歌唔係太難去揾啲音，不過你要記住佢有三個音。F sharp、D sharp 同 G sharp， 因為有陣時你彈嘅時候咧，你會遺忘咗自己。係啊，咁所以咧，不過你 get 到嘅，因為如果點解我叫你要 loop 嗰首歌咧，即係譬如你有陣時唔係彈緊琴，唔係練緊琴，得閒都過嚟聽下咧，因為你 loop 得多，你就會 get 到你自己彈錯咗個音。係啦，呢個都係我哋平日練琴嘅一個技巧嚟嘅。咁你就會自己揾到自己嘅錯處，唔使我去捉你咁辛苦啦。好。咁頭先我 mention 過一個簡易嘅方法咧，我係 mention 少少啦，因為你 get 唔到，我下次會再詳細少少教你。但係今個星期你都最好頭嗰八個小節，你 stick on 嗰個五線譜，即係而家你個琴譜嚟到去彈，係啦，因為咁樣你容易去 handle。
是什么意思呢？譬如好像我回去 bar 1第一个小节，它是 F sharp 的，对吗？是的。那我就会是记一记，其实是自己想一下那个 F sharp 的 arpeggio 是哪几个音。是的， 你可以看个画面，你可以看个画面，是的。你见不见到？但我的四手指会遮住了， OK？我通常就不要那个第三手指的那个音，不要啊，我讲的是不要，是的。我要这几个，刚刚好跟你包温的左手其实是一模一样，但这个是我讲简易的方法，即是后面当它有其他 pattern 出来的时候，你都可以不用理它，你只是弹它第一粒音，然后伸延出来的底音，我哋讲嘅第五音同埋最高嘅自己嘅 tonic， 即系自己嘅元音或者主音就搞掂噶啦。OK？ 全部都是这个 pattern， 如果你有留意我的手指，我全部都是用这三只，我不知道怎么 show 给你，五粒、二粒、一粒这样咯。是的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简易的方法，在另一个范畴弹 pop 里面我们会用到。啊，但是呢，今个星期我给个范围你一至八个小节 river flows in you， 那你就弹一至八。啊，最好弹 hands together， 因为是容易练的，得不得？咁另外咧就係、是、個 scale 嚟到講咧，就係、是、做翻我頭先叫你做嘅嘢啦，跟拍自己同埋你 descending order 嗰度，你自己要俾翻多少少信心。我覺得你係唔夠信心，同埋你三同四手指你仲未好 sure， 咁所以你會有呢一個成日就停咗再開始嘅一個問題出現咗，係啦。咁仲有冇其他咧？我暫時就冇其他嘢俾你啦，今堂係啦。咁你就可以自己諗一諗誒呢一個課堂啦。畫面啊，角度怎樣擺位啊，有沒有些東西你想是 suggest 我的，你可以用媽咪電話來告訴我，知道這樣咯，行不行？對，功課我就給不到你的了，行不行？除非我想到一些東西，我到時再跟你說。OK， 那我收線了，對，到時應該它是會自動 auto save 了個 video 的，在個 Skype 上，那我就會 download 下來的，那你自己想 keep record 你都記得 download， 因為它只有30日時間儲存而已。OK， 那我收线了喎。好了，晏啲 send 翻个 notes 俾你，咁到时下个星期再见啦。